觉得赚钱有困难，经济有压力，内心对未来有危机感，渴望改变，参加慈善团体，被一些慈善事件所感动，事业前景美好，但内心却有冲突感和压力。月亮来到白羊座，并三分火星，情绪比较容易激动，发脾气也会给自己找一个借口，内心渴望马上开始展开行动，竞争意识强烈。金星在水瓶座，四分火星，爱情可能有挫折，挣扎也比较多。水星与海王的合相则在沟通的时候具有同理心，但比较容易表达不清楚。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